界被孩儿这么一刀，怎么样啊？就给劈死了。第二天去探听消息，哪个叫你前去惹祸？你日进刀劈万论，那王强老子岂可与尔干事？妈呀，您别着急，告王强老贼说了，教场比武，杀生是无罪的。姐弟，艺高强，本当挂我为帅，只是年纪太小，所以叫妈您挂帅呢。妈呀，您就快接应吧。你倒真是个好弟呀，本来的不错嘛。
嘿嘿嘿。